这就是和田原籽料原石的一个市场啊，原料市场，专门卖这个和田的玉龙喀石河里头产的石头。嗯，首先咱们看到这种成堆的，那就是通货啊，通货堆啊。就像咱们玩玉的，喜欢籽料的，你到这儿就是一顿扒，一顿扒啊，扒一扒，不管有没有喜欢的。上手呼啦一下，说不定就哎碰上到一个你喜欢的宝贝，是不是？通货堆啊都是这样子。这都是被无数人扒过的，扒来扒去。但是呢，人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人说他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，你喜欢的他不一定喜欢，所以说有时候还能找到哎自个儿喜欢的一些东西。便宜货嘛，主要就是个特色，就是特色的玩意儿啊，长得你感觉哎挺顺眼，那就行了，知道吗？这都是一两百啊，四五三五百啊这样的啊，大的贵一些，小的便宜一些，还有更小的这样的。嗯，上去不去就是扒拉就行了，找自己喜欢的东西。这里头90%的都是真籽料啊，也不排除一些啊像这样的水石。嗯，不玩籽料的不知道，哎呀，啥是真啥是假啊，啥是好啥是差，这都不算好又差的籽料，但是是真的啊，真的籽料。出证书是和田玉啊，你别想着哎我到随便到一河沟里就能搞一堆，那玩意儿出不了和田玉啊，这玩意儿它是能全国各地啊，你到那个检测机构它都是正经的和田玉，而且是籽料，还不是一般的，还不是矾料，还不是氢含料，它也不是鹅料，知道吗？正经的籽料。这些小籽儿啊，小小的，这小籽儿慢慢扒啊，费眼睛。那有时候能扒到哎，个别哎，感觉还凑合的。当然，特别好的，人家已经早都已经分了级了啊。好的就是好价啊，差的就是说有一些瑕疵啊，有这个残呐、啊，有裂呀、啊，颜色不好啊，或者有棉啊这些。它便宜啊，真真好的那不一样的啊，这还有更大的，更大个的，对，这样子的。我这会儿拍视频呢，没有播。哦，行，对，你弄啊，你弄。然后呢？像这些啊，这些就是稍微好一些的啊，稍微好一些的，就价格要高一些的。当然里头也有这个二上色啊。这多少钱啊？大家吸18000，还成啊。皮子黑红皮，肉里头有棉啊，青白肉。像这些都是随意的，你去扒拉啊，
找自己喜欢的宝贝。啊，那边的那些也是啊，咱就不一一的去扒了啊。这些东西，但凡逛过这个籽料原始市场的，啊，都扒拉过，都看过。当然，时不时人会上一些新货呀什么的，啊。这个像是个水蛇，不是水蛇就好。还有大个儿的啊，大个儿的就是你感觉形状好啊，或者像形啊，或者能做个啥东西啊，或者能做摆件啊，啊都可以挑一些啊，自己去玩儿、啊，就是玩儿。现在玩这个和田玉籽料的人还真是就不少啊，和田玉因为它是咱们啊四大名玉之首啊，咱们传统玉文化说的就是和田玉啊，几千年的传统玉文化说的就是咱们和田玉的籽料，哎，啊，当然也不是说这个专指这个籽料原石啊，说的一些玉雕成品啊，就是用这些东西去雕刻的。嗯，咱们籽料的奇石啊，也是很有名的啊，在奇石里头也排得上号的啊。咱首先说的，你说这个，灵璧石、太湖石啊，比较出名，但是咱们和田玉的奇石呢，那也是。值得盘玩啊，值得玩的正经的玉啊，然后能观赏啊，能盘玩，那就是极好的。刚刚开市啊，人也不太多，人也不太多，咱们就大致的扫一眼啊这些摊位。嗯，这个东西多少钱？这个可以雕刻啥啊？有点小裂。这个啊，6800，高清白啊，高清白的。它这都不像那大堆了啊，它这就是挑出来稍微好一点的，稍微精选一点。这是黄白种的，这多少钱？这个朋友。18000。黄白种里头会有一些小棉啊，也会有撞击坑、老裂什么的，这就适合雕刻，雕刻一个精品的挂件吧。颜色色正是黄白种。行，这边是籽料啊，有一些是山料啊，切的一些边角废料啊。当然，哎，有些雕刻师到这儿还能把他这些东西废物利用，化腐朽为神奇啊，这样的一些东西。啊，当然，咱这市场也不排除这些黄籽、假籽啊。嗯，这里就是真的，但是真的里头也不排除有一些二上皮啊，也都根据自个儿的经验啊去判断的。都在收摊儿啊，咱们赶紧看一下，赶紧转一圈，瞅瞅有啥宝贝。嗯，这切料。切垮了，里头都是棉，这面还成。这多少钱啊？2万啊？这喊的就2万呢、啊？行吧。雕刻师会选一些这些料子啊，咱们有一些玩这个籽料原石的，他不会拿着去雕刻啊，也就是直接玩原石，拿着把玩啊，或者是说摆那儿一下，摆那儿观赏 啊，或者拿到手上连盘玩带观赏啊。
你玩成品的话就直接拿成品就行了。因为啥？因为你做这个雕刻的时候它有一定风险，做出来不一定是理想中那样的模样。这个黑皮啊，这雪花棉啊，这个东西可以雕一下啊。皮子真不真？皮子真皮子，就是棉太大，大料切下来的一个边角，能做一个特色的东西，但是也不太值钱，应该不贵，还得投工呢。你随便找人雕刻一下，什么得几百块，还够差工。但是它这个料子就值几十块。这里头还有真的掺着假的这样的东西。刚才拿那个黑皮就是，看人收摊怎么收的。拿着大铁锹，夸夸的就装进那铁箱子里。看见没有？他们这个，这个阿达西们啊，他们也会自己去交易啊。我卖给他，他卖给我啊，这些同行串货，那都很正常啊。好啊，真棒。他们看他们怎么讲价的啊，就这样拍手。再拍一下，再拍一下，再拍一下，成交。他不拍不成交不了啊。不行，他不给他拍啊，不给他拍就是成交不了。这哥们儿摆摊的啊，想买他那几个货，然后这已经是最后一排了啊，人家都收摊了。这黑皮江家伙多少钱？3500。3500。好黑好江，这皮子好巨，这儿有个老裂啊。这也得雕刻，这没裂这玩意儿能玩啊，这玩意儿这面雕刻这面不雕哦。万年黑皮，我就喜欢黑皮，我就看黑皮看最清了，我跟你说。然后这边儿，哇，天地江啊，中间这个黑皮不知道啥肉啊，这个多少钱啊？那8000呢？哎呦，那太贵了吧！你那江长得那上边也掉了。掉豁子了啊，不掉豁的当个棋师摆着玩。哎呀行啊，今天就这样子，今天就这样子，拜拜啊，回头再来。